你望住你，小姐翻嚟啦！望住你翻嚟啊！望住，系人系人定系鬼啊？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点会有鬼啊？哎呀，好热啊！冇事啦，梁公你冇死到就好咯，冇死到就好啦。爹啊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昨晚啊，我哋劝唔住你，你系都要去揾阿牛，结果咧，我哋四周围揾都揾唔到你。后嚟啊，我哋喺悬崖度见到你呢条手帕，我仲以为你已经死咗。好啦好啦，班主，好啦好啦，爹，我唔系冇事啦咩？我哋以为啊，你同阿牛啊，已经俾嗰只女鬼咧整死咗啦。边度有咩女鬼咧？你识咩啊？啊？昨晚我亲眼见到的，你傻下傻下咁，话唔定你已经被女鬼上咗身啦。而家系人系鬼都唔知啊！冇错，冇错，冇错。你睇下佢对眼啊，同以前真系唔一样噶，分明就系另一个人啊！各位姑娘啊，你唔好教我哋啦，你教阿牛好啦，呢啲嘢同我哋无关嘅。冇错，我系另一个人，我唔系阿牛。应该话我一直都是温如春。班主啊，咁点啊？温阿牛啊，你系咪病咗啊？娘公已经将一切话晒俾我知，以后你哋唔好再喺我面前隐瞒同掩饰。温如春，个老板，佢真系温如春咩？啊？个老板，你冇事啊嘛？佢真系温如春，佢咩都唔识，佢系废物，佢有咩可能系温如春啊？一代名伶啊！啊？天生是乜嘢，到死都是乜嘢。呢啲是命，避唔到嘅就随缘啦。多谢你带我翻嚟。我而家已经系一只鬼魂，只要一接触到阳光，就会烟消云散，唔似你哋可以行嚟行去。其实头先你大可以将我交俾戏班嘅人，等佢哋收服我，但系你冇。我梗系唔会啦。以前你在生的时候，我不可以好好照顾你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你不怕我向你讨债，拿你的命吗？以前是我辜负了你，就算我现在有几大的苦衷，都没办法抵消你的性命。你如果真的要我偿命，我觉得都是天经地义的事理。我想做一个真正的温如春，就算再痛苦，我都要做回我自己。估不到这段日子如春过得这么伤痛，我回来本来是为了要拿回一份情债，如今试问我又怎可以要他偿还些什么呢？我既然已经得到我的答案，就应该离开，但是我又怎可以带着这份心情回阴间？我心中的怨恨可以放得开吗？真是闻者伤心，见者流泪。乖乖乖啊，唔好喊，饮杯水先啦。你讲完，我买啲胭脂水粉俾你。如春醒翻之后，就乜嘢都唔记得晒啦。
唔好喊啦，唔好喊，唔好喊啦，你继续讲。然后咧，讲完啦。吓、啊，咁就讲完啦。真系太过悲惨啦。如果唔系梁公已经讲咗，我都唔想将如春呢啲咁悲惨嘅事讲出嚟话俾你知啊。咁你话会唔会有一日佢会突然恢复记忆啦？咁又唔知道，我老实讲啊，凭如春嘅才华，佢如果恢复翻记忆，我肯定你唔及得佢啊！嘿，我先唔惊啊！我谂你都明白噶啦，我嘅才华一直都冇机会去展示佢啊！唔惊，唔惊你做咩收买我啊？仲向我打听如春嘅事？我呢啲系关心佢。再讲啦，除非系神仙搭救啦，唔系嘅，佢根本冇可能同以前一样嘅。你话系咪？你呢啲叫关心啊？呢叫助咒。你分明就系妒忌人哋。我冇啊。诶，你唔好再扮啦，唔好唔记得我胭脂水粉啊！停！奏乜嘢啊？用下脑啦，识唔识演奏噶？音唔准，调唔顺，简直系不知数啊！再嚟，再嚟啊！你写嘅呢首曲，我哋根本就冇办法演奏。你同我收声！你识唔识戏曲噶？我呢个作品系我呕心沥血嘅新作品，佢一定可以一鸣惊人，石破惊天嘅。你有呢个抱负真系好好，但系你写歌嘅技巧咧，就真系要磨练下啦。水平同温如春系差得太远啦。系啊，根本就冇如春咁嘅天分。我睇不如将如春嘅曲攞翻出嚟，我哋排练啦。唔可以，听住，我只系明春班嘅当家小生，呢度我话晒事，我话演乜嘢就演乜嘢。我哋都系为戏班着想啫。一系奏佢嘅曲，如果唔系，我哋唔奏噶啦。既然你哋讲到温如春有咁好，咁好啊，我就将佢啲曲谱全部都烧晒，我睇佢仲有咩本事再写出嚟。哎呀，冇事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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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唔可以，哎呀，冇烧啊，唔可以烧噶，唔可以烧噶，呢啲系温如春写，呢啲系我写嘅词曲啊，如春。呢啲已经冇用噶啦，上面啲曲谱你根本就睇唔明，都系算啦。温如春嘅神话已经成为过去啦。
春啊。老张，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如春，我煲咗汤俾你饮。如春，你咁系好惊你系咪啊？以前温如春演出之前，唔系都系自己上妆咩？只系。而家我呢对手迟钝咗好多。呢一只系你第一出，亦系你嘅成名剧作。呢啲系我以前所熟悉嘅乐曲，系我求老张教我嘅。我仲学识咗啲做手嘅功架。如春，你系咪有咩谂法啊？娘公啊！以前的我实在为戏班添了不少麻烦，我不想再好像以前一样自暴自弃，成为大家的负累。我想站起身。如春，你真的很勇敢啊！你帮我画眉。听佢唱下啦，或者唱出嚟会有观众。个妆好，化得好，好，连嗰啲乡下嘅戏班入边嘅戏子都不如，仲想上台，几大胆啊！如春，一定要试啊！去做你想做的事。你如春，唔好再勉强自己了。如春，唔试啦，唔试啦。唔好再自我折磨啦，温如春，接受现实啦。打关斗咧，同学二年，把声冇咗，就系冇咗噶啦。红极一时又点啊？人废咗，咪就系废咗咯。呢啲都系过去嘅事嚟。你要想开啲，你唔可以再做翻以前嘅温如春噶啦。好似你呢个样子，一定会吓走晒啲观众。算啦，除啲衫落嚟，做翻自己要做嘅嘢啦。唉，咁如春喺观众心目中完美嘅形象，岂不是都粉碎晒咯？明天下人都当温如春呢个人死咗算啦。如春啊！你不如试下打关斗，同我一齐做花面啦。如春伤心唔系因为风光不再，亦唔系为咗温如春三个字，而系为咗佢自己嘅理想。
实我觉得有勇气尝试，已经是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。梁公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明白了。明白？明白什么？你说得没错，我知道了一切，反而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痛苦。这些是整定。如春，不要这样想了。当日我听你的劝告，留住自己的一条性命，虽然我心存对患娘的歉疚，但是至少可以为你解困，我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温如春。但是如今我没有能力挽救自己的厄运，不要说弥补和报答，我努力了但是就失败。我是温如春，但是比阿牛更冇用。不是的，如春，我们可以生存已经很好的了，不要想其他了。温如春不会选择这种生活的，虽然以前的事我已经不记得清楚，但是我开始明白温如春的想法和选择。我这条性命唯一可以做的，或者就是了结死者的心愿。温啊，求下你不要被如春放弃生命啊！我要亲口问下他，如果他心甘情愿同我赴黄泉，我想哪个都拦不住。不可以，你知道他一定会心甘情愿的。温啊，温啊，你听我说，就算他肯为你死都不是出自真心的。不可能，如春他不会不爱我的。如春已经失去了记忆了，他对你的感情已经不再存在。正如他所说，过去的一切经历就好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一样，他对你的感情亦是一样。对于他来说，你只是一个刚刚出现在他生活中的陌生人，他肯为你死亦即是出于责任。他死了，你得到的只是一个躯壳，而不是他的真心。今天有什么意义？他可以忘记，但是我不可以。就算死了，我也不喝孟婆汤，不要忘记前尘往事。我爱如春，我放不下那段情，我忘记不到。但爱一个人并不是等于要占有他的全部，甚至是他的感情。我为了如春倾尽一切，估不到死后连一句真正的我爱你都听不到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你。温娘，你很讨厌我是吧？本来你已经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生活，明明是我已经死了，但是就要回来苦缠着你，等所有的人都痛苦。一切都是我的错是吧？温娘，你不要这么责怪自己。我是一只孤魂野鬼，一个在冰冷的阴间游荡，一直想找到你的踪影，但你又始终找不到。我曾经想过放弃，但能够心愿未了，因为我想知道你对我的爱。但是我找到了，你就不记得了我。即使从前的生生死死爱得几光年都枉然。如果我可以自私一点，心里面想的只是自己的苦，或者我会好过一点，我可以恨你闹你，但是我做不到。因为我明白如春你所受到的伤害，和你相比我的痛苦亦都只是微不足道，甚至我想去自责都不配。不是的，幻娘，一切痛苦的源头不是你，幻娘，而是温如春令所有人为我痛苦。
既然当年我冇死，我而家就可以将我嘅生命交付俾你。我嘅死未必可以令所有嘅人得到解脱，但系至少可以弥补我当日曾经负你嘅一切。我做唔到，云娘，我已经冇任何价值噶啦。我可以做嘅就只有同你了断当日未了断嘅心愿。如果你唔肯喐手，我可以自己嚟噶。冇啊！如果你借个躯壳跟我离开，我唔需要。我希望你带走我哋之间嘅一啲片段。你愿唔愿意睇下我脑里边我哋之间嘅回忆啊？见到那个我不认识的温如春，我突然觉得我的心很痛。要死，你的一切放得低吗？你成全我了。不行，我不可以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你难道不想我死，不想我永远陪住你吗？梁公讲得啱，你对我已经忘情，你为我死只是责任，更何况你根本不是为我死，你只是再一次利用我，你逃避你的失败。是，我真的很失败。但是我求下你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履行承诺，弥补过失啊？给我这个废人一点价值啊？不得，自从梁公将一切话我知，我已经原谅了你，我不再需要你的补偿，你对我的承诺也都可以一笔勾销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就算我死了都没有任何意义，是吗？是，不是因为你是废物，是因为你都不想死，你不甘心。我不甘心？我有什么好不甘心啊？难道我还会依恋温如春的风光吗？名利虚荣，温如春从来都不在乎。但是就算一尘百踩，你都是照样站在戏台上。见到你流眼泪，我更加肯定，就算你失去记忆，你内心的火焰从来都没熄过。梦想一日还在，你就还有生存下去的渴望和价值。我的死和我回来，已经带了太多痛苦给你。我只是希望，利用最后的一刻，等你可以快乐地生活下去。但是
我点样先至可以揾翻过去个温如春？过去已经唔重要啦，我只系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新嘅，比以前更好嘅温如春。做咩云啊？我好想感受下外面嘅天气啊！而家人间原来真系好靓。你咁样真系冇事嘛？我冇事。咁不如我带你周围行。唔得，训练好快就要开始，我哋行啦。呢度就系我哋训练最好嘅地方。以前你成日带我嚟呢度噶。咁样，俾只手我。辛苦咗成日，食啲嘢先啦。佢啱啱进步咗啲，唔可以松懈。就算唔瞓觉，都应该要食啲嘢啊。云能，你咁样训练如春，实在太过分啦。咁你休息一阵先啦。听日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吃多啲啊！华娘啊，我哋唔系要把握时间练习嘅咩？点解嚟试习玩嘅？我哋唔系嚟玩噶，系嚟偷师嘅。偷师？你唔好睇小班街头艺人，佢哋都系好资深嘅乐师。你观察吸收下其他人嘅技巧，先会进步得快。华娘，你真系叻啊！呢啲都系你教嘅。只是你唔记得咗啫。你日光日白，做咩开遮啊？我睇唔到啊！咁你收埋佢啊，收埋啦。你收埋把遮，咪唔会阻住咯。Thank you.
春。云啊，都系我唔好，我点会咁大意？万一你出咗意外，咁点算？你唔好责怪自己啦，都唔系你嘅错。云啊，你头先点会附喺小动物身上？头先我冇地方匿，唯有匿喺其他人把遮度。刘文，俾翻把遮我。鬼啊！所以我唯有坐喺只白兔仔身上。实在太危险啦，蜗牛，你点解唔附喺人身上啊？你可以附喺我身上噶。万物中，你人嘅阳气最重。如果我附喺你嘅身上，会好伤元气噶。都系我唔好，差啲累咗你。唔系啊，系我累你担心先至真。哎，咁样啦，既然系呢条手帕令我哋重逢，以后我哋就嚟一个约定。如果我验唔到身，就好似头先咁，你见到手帕就知道我喺你嘅附近。好啊。以后无论发生咩事，你匿喺边度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。快啲，啦，老张啊，佢哋到而家都仲未嚟啊，咪系咯，点算咧？你坐好先，你坐好先。哎呀，你两个动作快啲啦，下面都要执下佢啊。诶，余春咧？佢出咗去，揾佢有咩事啊？唉，日日早出晚归，佢而家究竟喺度搞咩啊？咪系咯，咁点算啊？诶，你霸住。就及嗰个琴师啊，突然病咗啊，今晚唔可以嚟演出，你话而家点算好啦？咁样点得噶？呢次系我哋戏班闹鬼之后第一次开锣，我哋嘅目的咧就系要吸引啲观众翻嚟，系绝对唔可以有失误噶。而家点算好啊？小个乐师，老张，我话俾你听，即刻派人去揾佢。如果唔死得嘅，就要同我坐喺呢度。等阵，我有个好办法。不如叫余春代替佢啊！呢个系应急嘅办法喎。系啊，唔得，你唔好呃我。佢无端白事又点去练琴啊？吓！但系勉强落去啊，只会出丑噶咋。咁大件事，绝对唔可以俾佢再提戏班啊！爹，你唔知啦，余春呢排好勤力练习，佢嘅琴艺已经恢复咗好多噶啦。唔好讲啦，唔得。爹，你相信我啦。点讲都唔得。爹，老张，你最好噶啦，我求你俾个机会余春啦，佢一定做到噶。我都好想帮佢，得啦！哎呀，开工啦！你两个做乜嘢啊？嚟晒早啊！我好似见到
做咩啊？唔通系啊？真系大惊小怪。咪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好大惊小怪啦，快啲去准备啦，去啦去啦去啦，快啲去啦，去啊！八主做乜嘢啊？八主，你系咪太紧张啊？八主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唔系，唔得啦，我唔得啦，我要去茅厕，你哋整好啲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精神啲啊！哎呀，我肚痛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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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师傅，啊，个琴抹干净噶啦，哦，系咪放喺前面啊？你嚟啦，今晚演出就由你奏琴啦，我。我唔得噶，我唔得噶。诶，唔得都要得，你尽你所能啦。哦，就快响锣啦，唔啰嗦，吓，快啲上台。唔得噶。冤家万娘，万娘，万娘，如春，万娘，如春，恭喜你，你真的成功了。万娘，咁都是你的功劳，全靠你严厉鞭策。还有，我刚才见到你在台下支持我，我知道那条黄手帕是你。支持我爱戴你的，又岂止我一个呢？你说得对，我真的要好好感谢大家。唯一可惜的是我不可以跟大家一起为你庆祝，只可以这样跟你见面。但是这一刻我唯一想见的就只有你，我要跟你一起分享我的快乐，其他的掌声欢呼都不重要，只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。多谢你啊，如春。花老板，早晨。食粥啦。好，食粥。快啲讲。啊？点解你嘅琴技突飞猛进？系唔系学识啲乜嘢法术啊？
我只是一个凡人，怎会识法术呢？余春是靠他自己的努力的。哎呀，我看啊，全靠各班主才啱啫。嗯，靠我咩？全靠班主你肚痛，嚟唔切阻止，余春才有机会上台啫嘛。唉，嗰啲都只系误会嚟啫，因为时机系未成熟，而家唔同咯，啊，嚟嚟嚟嚟，余春啊，饮茶饮茶。既然老天爷都要我当时肚痛啊，俾个机会我咯，咁我就更加唔可以埋没人才啦。我决定由今日开始，余春就我哋戏班嘅乐师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余春哥啊，真系要恭喜你啊！讲到底，你先系我心目中嘅台柱啊！真系怀念同你一齐演出啊！自以为是嗰啲人呢，哼，唔食啦，食得太饱，阵间唱曲嘅时候提唔到气。花老板，唔好咁讲，赵老板同我一样，都系对戏曲充满热诚嘅。佢以前提落我，都系一种激发我奋斗嘅力量。温乐师，我先走先啦。余春，你讲呢句就唔啱啦。佢令你发奋，咁梁公呢？佢长年累月尽心尽力，默默咁照顾你，唔通你唔记得啦咩？梗系唔系啦，我又点可以唔感激梁公呢？佢为我做咗咁多嘢。边有？余春今日嘅成功唔系我嘅功劳。梁公，唔系你嘅功劳，咁系边个功劳啊？当然系老天爷嘅功劳啦。今日呢个庙会，一阵间。我就系捉只鸡同只鸭翻嚟，祭神祈福，一洗我哋戏班嘅晦气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好啊好啊梁公，今日唔系庙会咩？做咩唔去凑热闹啊？我啊，系啦，今日系庙会，你做乜仲匿喺屋企弹琴啊？不如趁机会放松一下，我哋一齐去啊！你睇，我香都准备好噶啦。温娘，唔好闹事。我冇啊，我以为系外人入嚟，所以先回避隐身咋。原来你头先一直都喺呢度啊？啊，头先你系想约会余春系咪啊？啊啊，冇啊！唔系啊！你放心啊，我唔会偷懒噶。你哋唔好咁紧张。其实我又唔系唔俾你出去玩，监督余春嘅呢一啲日子，我比佢更加闷，更加想出去玩。你真系应承俾我同余春出去啊？但系我已经应承咗幻娘要陪佢出去一阵啊。时候唔早啦，我哋出发啦。嗯。